全军出击。我真是猝不及防。骨头折断的动静就是金币落袋的响声。好幼啊，好幼的腰子，一级先学个 Q 啊，一下一下，两下一下，走位，入过来，啪啪，掏回来，不急了，不打了。这腰子是真是肉啊，打都打不动，打两下得了。掏回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学个 W， 什么打野？蜘蛛打野。不怕，一个蜘蛛而已。给我闪现追的，来来来来来，吃个药先啊。Q， 好，掏400块钱。哎，这也有个女人呐。闪现，阿杜跟，你还敢回头打我一个女人？不瞒你们说，我差点钱。先打个鸡儿，啊！差点钱，炮车你自己吃，我不带吃的。但我确实是差点钱啊。正好1450，你知道吗？这差点钱。哎呀，完了，在线上丢兵了。脏啥呀？你说我复用型药水出不出来，多难受啊！然后我还得出一个正骨剑袋，我这两个刚好出来，多节奏多好。掏回来。先收兵，不跟我打了呀，我打拉倒。打个眼儿去，我们继续去中路赶他一波。掏回来，给个 W， 耗他一波血。哎，你不用你装备，哼，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吧？啊？你是不是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？哎呦，
这腰子没嘲讽好像是。你别打了，这还。马杜跟起飞喽，点烟，一个小腰子而已，掏一下，居然有蜘蛛，我没想到啊，这蜘蛛，个老蜘蛛，谁在刷屏被封了我可不管啊，我可不管兄弟。W 真是乱用，哪乱用了？我底下条满了，用 W 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掏一下，啊肚根，哎呦我这腰子还挺猛，这腰子，哎呦我这腰子，不敢单呐、啊、腰子。等一会儿啊，下一波的腰子掏回来，啪肚根，好嘲讽啊腰子。现在腰子还不知道我们马上已经无敌了呢，知道吗？一起来好好玩儿。好了，吃狗屎的。然后把他杀了，他跑得好快呀、啊！来，要我看看这蜘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蜘蛛，先插个针眼，他过来了啊！起飞了！闪现，掏回来，还浪费他一个大，挺好。回上路去，上路正好兵到了。你让我给你打蓝，你个滚犊子吧！你兵都不给我吃，你还让我给你打蓝，我肯定不给，我肯定不给你打。掏回来，啪啪啪啪！掏回来 ，W 一下，不能再塔下了啊！再塔下嘲讽我。给你个打法，又给你个点烟，
还不理我，还你以为你很幼吗，兄弟？在我面前没有幼的人，明白吗？把他一塔给他拆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现在啊，你们就说杀谁吧，小黄毛、炸弹人、阿卡丽、小蜘蛛，随便来一个，你们就说杀谁。嗯，杀谁主要是取决于你们，现在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。要不咱们那把就杀着蜘蛛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阿卡丽首先不值钱，炸弹人有点贱，如果他敢见我们一下，我们就从蜘蛛精就转换成炸弹人，行不行？走，嗯，今天就蜘蛛精了。这小黄毛七级，我两拳就把他打死。Hello, hello！ 那蜘蛛精刚才没在，我现在再去找他去。那蓝 buff 我要也没用，算了吧。给我往里冲！来，蜘蛛精在这儿呢啊，在这儿找他。掏回来！你给我起飞！队友呢？走呗，狂风翼，胖死了，你也得给我死，致命点燃，给个红来，炸弹人是吧？算了，不追。他们家有那个什么，有那蜘蛛搁那里头呢啊！炸弹人跟我烧，是不？炸弹人跟我烧，啊！炸弹人喜欢烧，好，炸弹人，闪现翼，交闪了啊 ！W 一手，好，炸弹人喜欢烧，信哥，我给你报仇啊！个老蜘蛛精见蛋了，这一把呀还是得杀的蜘蛛精啊。点一下，啊，可以。我们找到的蜘蛛精，或者是把小黄毛杀了，不行，我们得明确目标。这把就杀着炸弹人跟这个蜘蛛精啊！如果我们的狂风之力用来杀小黄毛，那蜘蛛精跟炸弹人那就杀不了了。哎，但是很可惜，这小黄毛非得死，我也没办法，我真是没办法。那不杀都不行，你看。
炸弹眼呢，在下路啊，在这等着啊，我看这里头有没有眼，把眼给他排了，没有眼，好啊，在这等。哎，蜘蛛精来了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他应该要打蛤蟆，我们在这等他啊。为什么蛤蟆没人打呀？还有这下路塔都没掉，为啥没人过来呀？哎呀，真的呀，他们都不过来的呀。可以薅着 ，AP 薅着。精是吧，蜘蛛精，你给我死！哎，蜘蛛精，还挺猥琐的蜘蛛精。烧是吧，啊，炸弹人烧是吧，行啊，炸弹人。往这走来。死了，可以。假装走了这波。来，我们走到草丛之中啊！你别，我找着你，你先撤一走来。炸弹人是吧？啊，让你烧还烧，还烧不烧？就把红打了去。我们就是狂风一两拳，如果两拳没打死，再接上一个大招，一定死。没有人可以扛得住我三拳，农夫三拳，有点甜。一会儿把你蛋给你打下来，我跟你说。炸弹人儿，炸弹人儿哪呢？炸弹人儿，炸弹人儿是吧？烧是吧？来个暴击！下回炸弹人看见我那一瞬间，他就得给我摁金身，知道吧？来。蜘蛛精是吧，蜘蛛精，炸弹人是吧，小黄毛是背了个寂寞。阿卡丽狂风翼啪啪死。
我跑得好快啊，为什么晚猴？哦，因为他出了狂风之力，所以跑得快，没毛病。2800，差700块钱。扫一下，把他眼儿给他排了。小黄毛好久没动了啊！小黄毛，炸弹人是吧？给我打死他！炸弹人求生欲很强烈呀、啊！掏，这都没掏到。